好吃哦，金文好吃吗？哪个好吃？他们只吃小菜，都还没吃。哦，那你赶快吃个煎汤，好吃。今天是庆祝你呢，弹得很好啊，爷爷说你弹得很好啊。还没轮到你，再一次，他讲，你再跟爸爸说一次。你吃什么？我吃牛肉面，再讲一次。好吃吗？你有没有吃肉？啊，还没吃。